鹿晗二十八岁生日，女友关晓彤凌晨零时送祝福。内地小鲜肉男星鹿晗与内地女星关晓彤拍拖半年，尽管有粉丝不地好他们，鹿晗更一度流失好多粉丝，但仍无阻两人的爱火。早前被拍的去日本旅行，而今日二十日是鹿晗的二十八岁生日，是他们拍拖以来鹿晗首个生日。 女友关晓彤准时在凌晨零时送上甜蜜祝福，哎呀妈，生日啦，快乐快乐！附加一张男友扎起辫子的可爱像。此外，《奔跑吧兄弟》团邓超、李晨、陈赫、郑恺、王祖蓝也为鹿晗送上了祝福。另外，郑恺上载了跑男的大合照，有网民就留意到 Baby 素颜上阵。 该网友表示，完全不像 baby。二十七岁高更彪宣布下月二十一日现役入伍，凭韩剧《请回答一千九百八十八》成功上位的二十七韩国男星高更彪，去年起秘密接剧及电影，力冲事业，拍摄了包括韩剧《芝加哥打字机》《最强送餐员》《Cross》及航片《七年之夜。 今日有指高更标位有推迟入伍日期，将于五月二十一日以现役陆军身份入伍。其事务所承认消息，表示入伍当日为免影响他人，不会有任何公开仪式，会安静的进入训练所，并表示高更标将以更帅气的男人、更成熟的演员归来，望大众为他多多打气。高更标亦都透过事务所发表入伍感受。 表示作为韩国的男人，会诚实坚强地完成国防义务归来。虽说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间，会在那段时间努力作为普通人的高更标及作为演员的高更标变得更成熟及成长后再回来。钢铁人、蜘蛛人上海宣传靠边站。陈奕迅遭炮轰，漫威大作《复仇者联盟三》上映。 日前，包括主角小劳勃·道尼、汤姆·希德斯顿以及汤姆·霍兰德等人皆前往上海宣传，但却有众多大陆的漫威迷质疑，一开始动线不佳，让他们苦等多时也未能亲睹偶像一面，甚至还找来众多华人歌手拍照时还让陈奕迅、张杰站在中间主位，一时之间还让心疼妮妮。 知晓劳勃道尼在大陆的你称“漫威歌手 C 位”等字句登上微博热搜。记者会预备拍照时，主持人用英文向众多外国演员问好，还说出 “Would you mind step aside？” 请你们站在这一边，被网友认为相当没有礼貌。而在上海的漫威庆典结束之后。 小劳博道尼在 IG 上贴出照片，众多大陆网友用英文向他致歉，希望不会给他留下不好的印象。昨日活动结束之后，陈奕迅则在自己的微博摆上与小劳博道尼的握手合照，并向好友郭磊亮和小劳博道尼撞脸，外号是“香港钢铁人”道歉，因为来不及将他介绍给小劳博道尼。 但已有将他的音乐分享给众人，而该篇文章似乎已删除，不复存在。二十七岁高庚标宣布下月二十一日现役入伍，凭韩剧《请回答一千九百八十八》成功上位的二十七韩国男星高庚标去年起秘密接剧及电影力冲事业，拍摄了包括韩剧《芝加哥打字机》《最强送餐员》《Cross》及航片《七年之夜。 今日有指高更标未有推迟入伍日期，将于五月二十一日以现役陆军身份入伍。其事务所承认消息，表示入伍当日为免影响他人，不会有任何公开仪式，会安静地进入训练所，并表示高更标将以更帅气的男人、更成熟的演员归来，望大众为他多多打气。 高更标亦都透过事务所发表入伍感受，表示作为韩国的男人会诚实坚强地完成国防义务归来。虽说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间，会在那段时间努力作为普通人的高更标及作为演员的高更标变得更成熟及成长后再回来。钢铁人、蜘蛛人上海宣传靠边站。 陈奕迅遭炮轰，漫威大作《复仇者联盟三》上映日前，包括主角小劳勃·道尼、汤姆·希德斯顿以及汤姆·霍兰德等人皆前往上海宣传，但却有众多大陆的漫威迷质疑，一开始动线不佳，让他们苦等多时也未能亲睹偶像一面，甚至还找来众多华人歌手拍照时还让陈奕迅、张杰站在中间主位。 一时之间还让心疼妮妮，知晓劳勃道尼在大陆的昵称“漫威歌手 C 位”等字句登上微博热搜。记者会预备拍照时，主持人用英文向众多外国演员问好，还说出 “Would you mind step aside？” 请你们站在这一边，被网友认为相当没有礼貌。 而在上海的漫威庆典结束之后，小劳博道尼在 IG 上贴出照片，众多大陆网友用英文向他致歉，希望不会给他留下不好的印象。昨日活动结束之后，陈奕迅则在自己的微博摆上与小劳博道尼的握手合照，并向好友郭伟亮和小劳博道尼撞脸，外号是“香港钢铁人”道歉。 因为来不及将他介绍给小劳伯道尼，但已有将他的音乐分享给众人。而该篇文章似乎已删除，不复存在。